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众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注众众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众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注众众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众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注众众尊。请看《大经可注》第1074页，1074页第五行，从第五行看起。于真菩提，当求善友，求友之道，应如圆觉经所云，末世众生将发大心，求善知识，与修行者当求一切正知见人，心不住相，不着神闻圆觉境界，虽现尘劳，心恒清净，事有诸过，赞叹反省，不令众生入不虑矣。求如是人呢，即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一段是《圆觉经》的经文。佛在圆觉会上教导我们，我们如果真的有愿心，求无上菩提，也就是我们真正有心走成佛的这一条道路，那无上菩提就是成佛之道，那就应当要求善友，善友就是善知识，怎么个求法，就应当像《圆觉经》上所说的，末世众生，末世就是末法，释迦牟尼佛的法运分三个阶段，正法、相法、末法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化的影响的范围有多大，我们凡夫所见的是整个地球，我们今天讲的全世界，这是从面上讲，广。从时间上来讲呢，12000年，
佛的教化有这么大的影响力，啊，会影响12000年。12000年当中，第一个1000年叫正法，也就是说，影响力特别强。跟佛在世的时候没有多大差别啊，这叫正法，能如佛的教诲，依照戒律修行，人人都能成功，足以证实大乘教里有常说的，哪一法不是佛法，真的是头头是道啊，法法皆如啊。正法时候的人，人心淳朴，没有邪思，没有疑惑啊，所以接触到了他就能成就啊，即使是三规五戒十善都能证果啊，这就是说哪一法不是佛法，佛法是平等的，没有差别的啊，不平等是众生根性不平，不是法上有分别，法没有啊，众生根基有分别，善根不一样，福德不一样，因缘不一样，那法上没有不一样，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说：“诸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”那三规五戒能成佛，那么到相法时期，人的根性差了。也就是真诚心、清净心、恭敬心，比不上正法时代。啊，依照佛的戒律修行，不能证果了。为什么？诚敬心不足。清净心不足，恭敬心也不足，要修定来补足它。啊，定是什么？放下，放下起心动念，放下分别执着，用这个办法行。也能得三昧，三昧帮助你开智慧啊，可以达到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啊，跟正法时期有同样的成就。不过人少了，啊，只有少数上上根人可以做到，大多数修行人只能得定，不能开慧。啊，得定，
上上根人超越六道轮回，中下根人多半在天道，在色界天，在欲界天，算是小成就。到末法时期难了，末法时期人心比不上相法，妄想杂念起来了，所以参禅不能入定。那当然开会是没指望了，只能够修禅。连积功累德都很难做到，为什么？断我修善，不着相才是功德，着相是福德。谁不着相呢？福德它的果是人天福报，末法时期不错了。如果心性不善，自私自利，贪图名闻利养，起心动念损人利己，在这个世间短短几十年当中，可能得一点福报，但是来生必定是三途苦报，这就大错特错了。我们看到做错事情的人不孝父母，不敬师长，不是小不孝，小不敬，鞭打父母，杀害师长，侮辱圣贤，干造这种业，虽然他还活在世间，身心不安呐，晚年忏悔，后悔莫及。那个罪业能消除吗？太难了。带着这么重的罪业，来生可报，果报可想而知。所以人生真难得，得人生要闻圣贤教诲，最好是能从小接受圣贤教诲。中国人200年前
西方文化传到中国来了。中国人看到西方的机械、科技文明，发生兴趣、爱好，不幸的迷于其中，迷在科学技术里，否定了中国传统的智慧、伦理、道德的教育。西方人没有这个东西。误以为伦理道德、圣贤教育障碍科技文明，那是对于科学技术的障碍，全盘否定。不要这些东西。全盘西化，完全学外国的。200年造成今天中国人的痛苦啊。科学技术发展到现在400年，带给全世界就一般人来说，带给我们是什么？心浮气躁，丧失信心，这是得不偿失。科学技术再高明，我们信心失掉了，对自己没有信心，对父母没有信心，对兄弟没有信心。踏进社会，对领导没有信心，对同事没有信心。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：“人无信则不立。”人要把信心丧失了，在人道里头就没有办法立足了。这话可说得严重啊！人道不能立足，你到哪里去？比人道高的，当然更没有指望，那就比人道低的，畜生、恶鬼、地狱。是不是？是的。佛说过了，愚痴。愚痴是所有烦恼罪业的根源，三毒里头最深的贪嗔痴，贪嗔好断，愚痴难断呐。愚痴要靠什么断？要靠戒定慧。他不接受戒定慧，永远没有指望。科学技术确实它疏忽了清净心，疏忽了平等心，疏忽了三昧禅定，
所以他的东西华而不实。啊，科学技术不断在进步，它淘汰的很快。啊，隔不多久，新产品出来了，旧的淘汰了。那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看到了，那二战期间。我们是小孩子的时代，啊，十一二岁看电影，很稀奇啊！啊，什么样的电影呢？黑白的，没有彩色，而且怎么没有声音？啊，这是我们记忆当中最初的我们看的电影，大概十年、二十年之后，哎，有声了。他说话声音出来了，以前说话口动没有声音。啊，那么再过二三十年，彩色的出来了，就不断不断的进步啊。啊，那现在这些网络卫星更方便了。那每一个家庭摆上一个电视机，就好像是电影院一样。啊，把电影院搬到家庭里面来了，而且有声有色。啊，可是你仔细去想想，它播放的内容是些什么？啊，早年的黑白的，里面还有一点伦理、道德的观念，变成彩色之后完全没有了。啊，它叫人什么？叫人杀盗淫妄。教人不信宗教，不信道德，不相信因果报应，什么都是假的。啊，带给现在的人心无有归依，没有依靠。人一生没有方向，没有目标。啊，科学的那些方向目标，那是虚幻的，那是天天在变的。啊，不变的就跟不上时代了。变到最后是什么？外国人告诉我们，几万年前古时代，地球上有一个亚特兰蒂斯。啊，科学技术发展到相当的高峰。很不幸，他这个国家这块土地被海水淹没了，沉到大西洋去了。什么原因？诸位自己去想，我知道，我也不告诉你。啊，那今天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科学技术，很快会追上亚特兰蒂斯，
会不会有亚特兰蒂斯同样的命运出现呢？很有可能。为什么？世间人太能干了，招嫉妒啊，嫉妒你的人有多少啊？科学技术发达到高峰的时候，不是人嫉妒，老天嫉妒。老天嫉妒的时候怎么办？人嫉妒可以回避，老天嫉妒没法子回避了。中国人所说的天理难容，不能做得太过分了。过分的时候得罪天地鬼神啊！今天量子力学家逐渐证实天地鬼神真的存在，不是假的啊！人死了，灵魂没死，他还在活动。如果这个人内心里头有严重的怨恨，这个怨恨化不了，那么灵魂不死，将来他有机会会不会报复？佛法里说的六道轮回是冤冤相报，没有完没了。这才真可怕了。所以佛法圣贤教诲，他主静，他不赞成动。为什么？静跟法性相应，跟真心相应。所以《大乘经》里头佛说过，静即光通达，静到极处回归自性，自性是静的。慧能大师明心见性告诉我们，何其自性本无动摇，自性不动不摇，摇是小动，动是大的摇，它根本就没有动摇，那是自性本定。所以修定就接近真心，回归自性。那人回归到自性，就成佛了。对于全宇宙，没有不知道的，没有不通达的，没有不明了的。佛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个个都有，跟他没有两样。所以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那本来是佛，我们现在想证菩提，证菩提就是成佛。本来是佛，现在又想证菩提，哪有不能证得的道理？啊，这因具足了，我们没证得，缘不具足。缘里头最重要的一个缘就是善知识，老师啊。要有好老师来教我们，啊，我们有好的学习的心态，没有不成功的。
啊，所以《圆觉经》上这段话就是叫我们清净善知识应有的心态啊。第一个要发大心，这个大心不是指别的，是指求佛道度众生，要发这个心。简单的说呢，就是四弘誓愿。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发这个心。啊，希望我这个誓愿都能够圆满。那么求善知识，啊，要改毛病，改习气，这在佛教的术语啊，叫修行。修行是修正错误的想法、错误的看法、错误的言行，把它修正过来，叫修行。行是行为，啊，所有错误的行为都要把它修正过来。啊，那么先要找行为的标准，啊，行为的绝对标准。在中国是无常，在佛门里面是实相，这是绝对标准。与这个标准相应，称之为善；与这个标准相违背，称之为恶。我们要断恶修善，啊，大道一定是很简单很容易，啊，大道决定没有繁杂，啊，五常五个字，仁义礼智信。啊，这是中国千万年前老祖宗发现的，啊，我们也可以说是发明。发是发现，明是明了。啊，他发现这是真理，永恒不变，所以自己遵守，劝别人遵守。啊，我们这个族群世世代代千万年来通通遵守。啊，我们把它丢掉大概是200年，这200年前100年有人讲，没有人做。啊，最近这个100年呢，讲的人都没有了。所以我们对于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很生疏，
啊，在台湾这些字还看到。我住在台北，台北有八德路，有忠孝路，有仁爱路，有信义路，有和平路。高雄有，比台北还多还清楚。啊，名词在，意思没有人讲了。啊，没有看到人做。啊，大概现在这个地球上，我所见到的只有斯里兰卡的人，他们在做，他们真落实了。啊，这个小国家人口不多，真学佛啊，它不是假的。我们学佛是口头上的，是文字上的，他们学佛是生活上、工作上、处事待人接物啊，他把佛这些教诲也全落实了，好啊！啊，那是佛教的文化村呢，到那边去真正看到佛教文化。啊，文化这两个字，包括我们生活的全部。啊，斯里兰卡这一片国土是佛教文化的全部，到那边都看到。啊，我们中国200年前比斯里兰卡殊胜的，超过他们太多了。现在它还存在，我们把它丢光了。啊，这是值得我们深深去思考。为什么？找标准，要找落实标准的人，真知见。真正懂得佛陀教诲的深意，真正落实佛陀教诲，在生活当中，啊，真知见人，心不住相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他的心干净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。啊，他的心保持清净。他的心平等，平等没有高下，
万法也如，万法平等。这叫不住相啊！在我们心体里面，就是清净平等心现前。不住相，就不迷惑啊！智慧起作用了。不着声闻缘觉境界，为什么？我们凡夫着有相，声闻缘觉着空相，有他不着了，他着空，还是着了相。这有相造业，造善恶业。善业感三善道的果报，恶业感三恶道的果报，就是六道轮回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那住空呢？住空出六道轮回，出不了十八界。为什么？他还有起心动念，还有分别。阿罗汉没执着，执着的习气还有。辟支佛比他高，执着的习气没有了，但是有分别。分别是断掉了，不分别了，他就升等了，升到菩萨那里去了。菩萨要把分别习气断掉。他就提升了，升到佛的位置。在佛的位置上，要把无明烦恼断掉，因为四圣法界是无明烦恼变现出来。无明烦恼要是断了，无明就是起心动念，有起心动念就有四圣法界，就是他有十法界，起心动念没有了，十法界没有了，他超越了。无明烦恼的习气没断。起心动念确实没有了，十法界不见了，现在他面前的是十宝庄严土，也叫做一真法界。为什么称它做一真？佛法里面讲的真假标准是生灭，有生有灭，假的，这不是真的；不生不灭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十法界是生灭法，有生有灭。一真法界呢，不生。
有没有相？有相。虽有相，相不生不灭。啊，如果我们生到那个地方，我们有相。啊，那不生不灭呢？就是无量寿。寿命无量，永远不老，它不变嘛。啊，十报土的人是化身的，啊，他不是胎身，化身的。只要把无明烦恼断掉，这个现象就出现。脱离了十法界，往生到一真法界。啊，一真法界所得的身，跟我们这个身不一样。我们这个身有生有灭，一真法界得的身，不生不灭，所以是无量寿啊。不但无量寿啊，而且是无量光，光代表智慧。啊，一生到那个地方，自信、清净心里面的智慧都透出来了，他没有障碍了。啊，所以他具足无量智慧、无量功德、无量相好，一切都是无量。那我们能不能恢复？我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恢复。那虽然恢复的方法很多，叫法门，法是方法，门是门道。那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通通都可以证得，但是要把障碍除掉。障碍就是佛经上讲的三大类的烦恼习气，要断干净。啊，通通断干净了，叫成佛。成佛就是回归自性，回归常寂光，回归无量寿。啊，一真法界里面的法身菩萨真成佛了，但是他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有断干净，所以他还有相。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了，十八图不见了，出现什么？出现常寂光。啊，十八图化作大光明藏，这个大光明藏在哪里？大光明藏就是常寂光。常寂光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我们全都在常寂光中。常寂光好比大海，我们是大海里头一个水泡，没离开大海。什么时候水泡破了，跟大海融成一片，
没有破，实际上是融成一片，但是自己不知道，自己以为我是独立的，不知道是跟大海融成一片。啊，修行成佛了，最后一片无明断掉了，就好像这个水泡破了。啊，破了之后，跟海水融成一片，跟长吉光融成一片，这叫化身如来。啊，《华严经》称它为啊妙觉如来。啊，化身果佛。这是大乘究竟圆满了，真的圆满了。学佛人可不能忘记，这叫正道，这叫佛道。如果搞别的圈圈，是旁门左道。啊，最容易诱惑我们的就是科学。啊，科学是旁门左道。啊，这个邪正从哪里分？从用心分，用真心。正道，用妄心就用阿赖耶，就是旁门左道。科学要用真心，可了不得。为什么？它证入的时间太快了，比我们一般人要高明。要出神，那科学讲究专的专业，一门深入啊，科学的精神，打破砂锅问到底。啊，这是科学的精神。其实佛法我们目标相同，方法不相同。问到底是了解诸法实相，就是明心见性。啊，科学哲学佛法终极的目标，佛学的名词叫明心见性。那他们这些人的目标呢，可以用佛教一个名词来说，诸法实相，就是一切法的真相。啊，真相就是见性，见到真相就是见到本性。所以是一不是二。佛法用内功，不向外。啊，那就是禅定，就是法相。那为什么要放下？因为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不放下，就妨碍你见性。它障碍你，放下了，障碍就没有了。所以，放下见思烦恼，证阿罗汉果；放下尘沙烦恼，就真的菩萨，放下起心动念就成佛了。
与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，与学不学也没关系。这是回归自性啊，自性从来没有离开我们，就在当下。为什么见不到？有这三种障碍，三种障碍除掉了就见到了。随心不住相，空有都不住，凡夫住有，声闻缘觉住空，空有都不住。随心尘劳，心很清净，菩萨度众生。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每一天跟大家讲经教学，很辛苦啊。佛79岁过世，30岁开始教学，教了49年，没有一天休息。这随心尘劳啊，可是心是清净的，跟我们不一样。事有诸故，事先有过失，赞叹反省。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有没有过失？有啊，有时候要用这种方法启发众生，对众生有利益了，众生听到会觉悟啊。但是这些特殊的行为有特定对象，帮助这个人开悟，不是随便做的。阿罗汉为了救人破戒，经典上这些故事很多，在经律意象里头，法缘注灵里头，古人又把这些东西揭露出来，编成一本书，提供给我们参考。所以戒律是活的，有开遮吃饭。阿罗汉开杀戒，杀人。阿罗汉有神通，知道这个人起心动念，他动了一个不善念头，经上所举的这个例子，阿罗汉跟着一只商船，这个商船是在海外收集很多珍宝，500个商主，商主好像我们现在讲的企业家，那个时候航海是用船，载的这些货物，其中有一个商主起了个恶念，想把
999个商主都害死，他独吞这些财物。阿罗汉有神通，知道怎么办？啊，这个人造的罪业严重啊，无间地狱。啊，只有一个方法，把他杀掉。把他杀掉了，两命都救了。这个求恶念的人本来要堕无间地狱，因为杀人未遂，他被人杀了，啊，就没有那么重的罪，等于说从无间地狱把他救出来，啊，他不堕无间地狱了。另外这个499个人救了他们，保住他们的财产，两方面都救了。他开杀戒，把这人杀死。啊，这不叫破戒，这叫开戒。那么这就是做出这个事情要看到阿罗汉杀人。啊，他也没犯什么罪，他起心动念别人不知道，只有阿罗汉知道。别人没有神通啊，说阿罗汉杀人是有主故，赞叹反省，赞叹持戒的人，修清净心的人，反省。我们参考资料里头，从佛学大字典揭露出来的术语，凡者，凡这个字的意思是清净啊，清净之意，断淫欲之法，这叫反省，啊，就是梵天的心法，大梵天的心法，大梵天是初禅天，淫欲断了，才能生初禅天。啊，淫欲不断，到不了这个境界。又涅槃呢，也叫反。正涅槃的万恨叫反省，正涅槃的方法无量无边，只要这个方法正得涅槃，涅槃是不生不灭，都叫反省。哪一法不是反省？法法皆是。又涅槃五行之一啊，这五种行都叫反省啊，涅槃经所说的五种行，第一个身行，身是指佛，佛所行之叫身行啊，释迦牟尼佛在世所行的那就是戒律，把他日常生活行为处事待人接物记下来，那就是戒律啊。第二个呢，梵行，大梵天之所行。梵行里头最重要的就是没有淫欲，
啊，第三个呢，天行，欲界天，欲界天人所行的上品十善。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恶口，不绮语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上品十善，生欲界天，这叫天行。第四个呢，婴儿行。我跟诸位同学讲过，人生百日，体露真常，那是婴儿行。像婴儿一样，没有念头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一百天之内，他还不认生，还不知道谁是爸爸，谁是妈妈。任何一个人去逗他，他都开心，他都跟你在一起玩。你看他的眼神，看他的动态，非常可爱，真诚的爱心啊，在这里显露出来。如果能够保持，这就是佛菩萨了。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育，实在讲，就是从这个地方兴起来的。教育的目的，希望这个心态能够在一生当中永远保持，那这个人就是菩萨。用真心生活，真心过日子，真心工作，真心待人接物，没有丝毫虚伪。最后一个呢，是病心。人在生病的时候，痛苦啊，感受的是痛苦啊！这个时候要是觉悟了，身体是假的，身体不生活，身有生命，我没有生命。能够恢复到心平气和，他还有寿命，他就很快恢复健康。他寿命到了，他生善道，不堕恶道。所以大乘教里头，祖师大德遵循佛陀的教诲，要求比丘常带三分病，世尊出家的弟子常带三分病，对这个世界不留恋，对这个身体不留恋，容易放下，容易成就。是凡者清净之意，菩萨利他之心，能为一切众生不善的对治，利过清净，这叫凡心。
啊，那么比丘这个病行怎么落实呢？吃不要吃饱啊，睡不要睡得很好。佛家的规定，睡眠是中医，中医是晚上十点钟到两点钟啊，每一天睡眠就四小时啊，吃饭日中一时过中太阳正中啊，不是过午，午是两个小时，上午从十一点到下午一点，这样午时啊，不是过午不食，是过中不食啊，中是正午，正午天天不一样要用天文日历啊，天文台发行的日历，每一天日中几分几秒啊，记录得很清楚，你也能守住啊，所有一切都不能过分这叫病行啊。帮助他看破，帮助他放下。看破放下是真修行。啊，这赞叹不已。反省，下面呢，不令众生，如不虑矣。不虑矣也有这一条，啊，佛学大辞典的说许三种律仪之一，啊，我戒也，戒律。有善恶两种，佛法要示而作善之恶，使善戒成为律仪。如果示而作恶之善，这叫恶戒，这叫不律仪。啊，外道注重。邪教事业，这个不是佛法的。那么恶戒虽为戒律之部类，然此为颠倒的戒律，故云不律矣。啊，律矣，法善之无表色。不律矣呢，是法恶的无表色。什么叫无表色？受戒时以强盛的身口表业为缘，满身四大制造一种色体，这个色体有防非植物的功能啊，很防止身口之过之非，故以之为戒体，其物体外相不显，故为叫无表。无表比较上难懂，就是它没有显著的表现。啊，它是人的一种意志的力量，一种强大的愿力。
誓愿的，啊，我发誓，在这一生当中，遵守佛陀戒律，断我修善，啊，这个我看不见，内心有真正这个愿力，这叫无表示。那么我有没有这个我戒？有。啊，特别在战争里头，啊，军官带着士兵，要求士兵要发誓，要歼灭敌人。啊，杀人要不可以手软，要把它斩草除根。啊，彻底消灭，这都属于过滤。啊，造了这个罪业，果报在地狱。唐太宗附身说他在地狱，无间地狱。为什么堕无间地狱？造无间地狱的业，就要堕无间地狱。啊，好皇帝也不行。那什么是无间地狱的业？杀人，杀人太多了。中国人、外国人杀的太多了，以这个罪业堕无间地狱。啊，好像在两三个月前，我看到一个信息，好像是国内传过来的，爱因斯坦附体。啊，这个资料在网络上应该可以找到。啊，他说他过去曾经在中国住过，中国人出过家，而且是讲经的法师，啊，所以他很聪明。啊，遇到过净土法门，没有认真学习，就认真学习就好了，后悔莫及。啊，这一生投身到国外，变成个科学家，发明原子弹。现在在哪里呢？在无间地狱。无间地狱很多种，它是无间地狱里面的核爆地狱。这个核爆地狱是他发明的，他现在受这个罪，说太苦了，每一天原子弹不断在爆炸，啊，他就在原子弹之下，啊，他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受到几千度这个核子爆炸的能量在烧烤，啊，所有地狱里面苦，他是摆在地狱。啊，核爆的时候，空中所有细菌统统都消灭干净。啊，这个太残酷了，看得到的是人的，那包括细菌的有多少？啊，透出信息。他是地藏王菩萨，因为过去学佛的这个善根，地藏王菩萨带他出来，透这个信息，啊，希望这个世界上永远不能用核子
做武器发动战争。啊，制造的人，啊，下达命令的人，从事于核子战争人，将来果报都跟他一样，啊，都在无间地狱、核爆地狱里头。啊，他在提出警告，在呼吁，希望这个世界永远没有核武。他才能离开地狱。如果这个地球上还有一件核武器，他就离不开地狱。啊，他来透了信息之后，他得回去。不像唐太宗那么幸运，他能超出来了，真出来了。啊，爱因斯坦出不来。都叫自作自受啊！啊，他非常后悔啊！这个事情是第一桩大错事啊！啊，中国人有没有这个技术？我们相信有，为什么不发明？知道因果报应，不敢做。连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，他在死之前全部毁掉，不留个后事。啊，这是东方人。有伦理道德因果的概念啊，这些技术技巧如果传到后世，被一些不善之人拿去作为侵略别人，用作战争的武器，他要被赢。啊，造战车的，发明枪炮的，这些人在哪里？统统在地狱。无法避免的。啊，心浮躁，很难觉察。啊，古圣先贤的文字有记载，看不懂；有善知识讲给你听，听不懂。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一定要到心浮气躁、化解。真诚心显出来，恭敬心显出来了，才能接受，才能理解。啊，真诚没有坏心，那么说到这个地方，附带介绍一下三种律仪。啊，第一种律仪戒，
持善戒，二法善，指无表色，上品之善。啊，这个誓愿虽然没有痕迹，啊，没有物质现象，它是精神现象在支持的，确实产生了作用。啊，他受了这个戒，比如说无戒，受戒之后一生没有一次违反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啊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。这里头有两种最普遍的，就是妄语。饮酒，啊，持戒一定要懂开遮持犯，啊，如果不懂这个，他没办法持戒。啊，像阿罗汉为了救人，在特殊情况之下，他要开戒，他要杀人，啊，这是他的语言，他遇到的，他不能不开，不开他就犯戒了，见死不救，啊，见到这个恶人要堕无间地狱，你好了，你没救他。杀他是救他，啊，看到499个上主大祸临头了，你杀这一个人救那么多人，而且呢，被你杀的人还是你救他，他不堕地狱。啊，不懂这个道理，这戒怎么吃法？持戒犯戒，该开的时候不开啊！啊，妄语也如是啊！啊，经常有例子，猎人追一个小兔子，猎人是要捕捉他，杀他。啊，你看到了这个兔子从哪里跑掉了，啊，那个猎人碰你的时候问他有没有看到兔子，哎，有看到，啊，从哪里跑掉了，只有反方向，啊，从那边跑掉了，这是妄语，但是救了兔子也救了猎人，猎人杀生是罪过，啊，让他杀生的机会也失掉，救了兔子也两面都救了我，这个妄语是对的，啊，这叫开戒，这不叫犯戒，啊，你要是老老实实告诉兔子从那边走到猎人把他杀掉了，猎人也犯了罪过了，兔子死掉了，啊，所以要明理，要活用，啊，应该持要持，不持就犯，应该开的要开，不开也犯戒，啊，开这吃饭，每一条戒律都是活活泼泼的，没有一条是死呆板。这个要智慧，
没有智慧，持戒不圆满。啊，不利益在违反戒律的，啊，干杀盗淫妄，这持恶戒，而发恶愿，也是无表示。啊，这一群人，这是特别在说，我们一般讲黑社会。他们也有很坚强的组织，啊，净确法师，啊，还有一些宗教，也有发卧室的。那么这是上品恶。第三种呢，非律仪，非不律仪。那么这个里头有。是中善中恶啊，不是严重的啊，但是里头还是有善恶。若行中品之善，而发善之无表示，非如律仪之极善，故谓之非律仪啊。若行中品之恶，而发恶之无表示，非如不律仪之极恶啊，故谓之非不律仪啊。给上面两者别开极善极恶。第三呢，和具啊，三具境界里头，中善中恶，下善下恶啊，不发无表色，则不涉于此中。啊，你发愿的时候，啊，不是真心真意相干，那就不属于律仪，非律仪都不属于。发愿真想做，这就属于律仪。啊，我们今天发愿。要坚持无戒实行，伦常道德要坚持，要发愿求生净土啊。那么这是说一个真正修行人啊，像阿罗汉在不得已行这个事，他决定赞叹不杀生，不偷盗，因为夺取别人财物是偷盗啊，一定是赞叹。啊，开这个开戒是属于不得已啊，在这个情况之下不能不开，不开它也是犯戒，应开不开是犯戒，应遮不遮是犯戒。求如是人，皆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真善之事啊，毕竟是云。这一段话是黄念祖老居士说的：“欲求善之事，首须。”求居正之见之人，这个很重要啊！他的之见正呢，他有智慧
他能把经典的意趣讲清楚讲明白。那在下面说，为我们问一句，何为真知见？什么叫真知见？啊，念老自己不说话，举圆觉大疏宗密法师的。啊，宗密是华严宗第五代的祖师。啊，第四代是清凉，清凉的学生。啊，圆觉大疏是圆觉经的注解。宗密法师他的著作。啊，这个里面他说，善达觉性，达是通达，关键是善字，不因修身，觉则无碍，明真之心。啊，善是善巧。善达觉性，就是明心见性，就是大彻大悟。啊，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，不应修身。这一句话意思很深呐。啊。不是因为修行而生，为什么？觉性是自己本有的，啊，修行是去其障碍而已。不是因为去障碍而生的，是本有的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！啊，我们自信，慧能大师说得很好。啊，自信，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。这个具足，具足无量智慧，无量功德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，具足一切万法，它本来具足的，啊，这不是修身的，啊，我们修正错误的思想。见解行为，这个错误的思想见解行为是障碍，障碍我们的觉性啊！我们把这些障碍清除掉了，觉性里面的智慧德相统统显出来了，所以它不是因修而生。啊，是因为修而恢复了，是这个意思。抉择无疑，啊，我们的选择没有丝毫疑惑，这叫真知见。那么下面给我们解释，觉性者，性觉妙明也。性觉妙明，自性本来是觉，本来是妙，本来是明，它有三个意思。啊，觉是觉了，没有一样不通达，没有一样不明了。妙是微妙，
明是光明遍照啊。那善能通达本有心觉。故云善大觉心啊，本有的觉心不从外来，非因修德，故云不因修身。因此正是行不到处啊，行不到处是禅宗里面的话。啊，参考资料就有《大觉禅师语录》，诸佛行不到处，只在那只觉头边呢。列祖说不得时，佛力助人口诀办呢、啊？底下挂壶有个解释，此和禅师解释本有觉性，不因修德之意。啊，历代祖师。说不得，为什么呢？言语道断，心性出明。你开口就错了，不许你开口，不能够思想，你一想错了。啊，所谓开口便错，动念皆怪，这就是行不到处的意思。啊，它是本有的，不是外来的。那么我们今天把这个认知、这个理念都放弃掉了，全部都向外学。认为心外有法，科学技术是心外的，心外有法。大乘教里头，佛说心外无法，没有说科学技术在外。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了，科学技术也可以从内求，对的，从内求得受用，从外求不得受用。从内求得什么受用呢？六种神通现前啊，从外求啊，不能得神通。神通是本有的，不是从外来的。所以从内求啊，智慧得到了，科学技术也得到。啊，你看我们现在看远处要用望远镜，那对外呀、啊。那向内求的时候呢，天眼通了，不要带望远镜，能看得很远，而且能看透。啊，墙壁那边能看到。啊，不但能看透。啊，天耳，不需要用收音机，
无需要这么多工具，能看大千世界，能看到极微之微。智慧里面有科学，科学里头没有智慧，这两种得失我们要知道。啊，智慧比起科学殊胜太多了。啊，求智慧要依善知识，求科学不必，科学有经验，一代一代沉船的经验，推陈出新，那不断地将这个机会、这个技术提升，啊，一代比一代提升，一代比一代新奇，啊，这大家能看得见的。啊，佛法里面大家看不见，得受用啊。抗战时期，江苏镇江金山寺有一位法师叫妙善，当时人叫他做活佛，叫金山活佛，啊，就是妙善法师。啊，这个人是真的有神通，不是假的，有他神通。啊，别人心里起念头他知道，这个话乐观法师告诉我的。在台湾有两个人，乐观法师曾经跟活佛在一起住过四个月，对他很清楚。那另外有个人主云法师到处打听，啊，听别人讲他的故事，把他记录下来写成一本书，啊，他是完全听说的，乐观法师自己看见的，啊，跟他在一起起心动念他真知道，你没说出来，他说出来。啊，信徒很多，啊，给人治病，什么样疑难杂症，遇到他都能治好。他一生的形象非常像小说里头写的济公，啊，一生就穿一件衣服，里面一套小褂裤，外面一件长衫，一年到头就穿那个，冬天他也不冷，夏天他也不热，啊，从来不洗澡，衣领上都是很浓厚的垢，啊，可是你闻闻他，他很香，
而且闻闻他的时候都可以治病。金山活佛神异录，乐观跟主云法师两个人的写的，合在一册上，我们这个地方有流通，诸位可以看看，向内求的，不是向外，比科学更科学。可惜的就是人家把他这个当作神话来看待，当作一种特异功能，而不知道每个人都有啊，是人的本能啊，只要把烦恼习气这些障碍放下，他就现前。现在这个时代正是需要这些都本能的时候。本能一定从清净心、平等心里面起作用。即觉性，心觉妙明，善能通达，本有心觉。这叫善大觉性。本有觉性，不从外来，非因修得。所以说，不因修生。因此，正是禅宗所说心不到处也。觉知善能，分别诸法实相，立凡夫烦恼境界，若有少法当前，皆名住相。什么叫当前？起心动念，还有外头境界会引起你起心动念，这都是住相。乃至菩提涅槃，尚不去住，何况世间梦幻境界？故不应住色声香味触法身心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得无住心呢，那就是其如圆觉了。这一段话的意思很深。今天时间到了，这一段话就大疏里头说这段话。我们底下一堂课再深入的学习。